左面回头看过。那左面，你的左面在哪？嗯？对，你得转后背，后背就是我。还这样吗？哎，是左面，你的左面现在告诉我在哪？对，好，从这边转过来看我啊。
才有。疫情防控期间，请广大市民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，关乎您和您的家人及全社会的健康。进入公园内，请自觉佩戴口罩。我居啊。这菜好吃。
内蒙不是在北边吗？
是他下一天要没事。两边就是有更合适的，有很多受公众。
到我吗？行啊。对吗？哎呀，你都不用说上台，你就那个谁。
哎我操，你起来吧。你买点帽子去。等等，好了，我快戴上。来个那个就挺好的。人家估计都是站好慢动作，人家个，哎呀，好，这边跑的不长了。
坐船玩啊，是吧？
我是。这不一样，这不一样，我们不拆网，这是算保养。
说你那个也赶不上提线了，赶上发药决定了。就拿提线，你就上山弄个小件就行了。
打鼓火烧，百年老字号。我们在中央电视台《舌尖上的中国》已经看到我们旅顺独有的特色美食。140多年的传统工艺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来往旅顺大酒只为一家，是我们的当地特色美食。怎么往这么偏？
我这鞋挺大呀。哎，你讲真的，一个九五克的，我那天咋两点没你不能打我，不能打我，天，怎么说？哎，可皮了。多少差五？多少差五？
不想给你拍的真气点，那我拍立得发挥不稳定。往前走啊，thank you.
骑马照相，走，哇！人太多。
再照两张，再往后。